诸上善人善愿善行善成就，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啊。那我们用的越单纯，那就果就越快啊，念之在之。那事实上呢，果不是未来，果就在当下。即使是未来，未来那个成果也是当下成果啊。那当然我们经验里面看到的就是具体的东西，比如说水果水果当然从种下去，然后慢慢结了果实，结了果实也不是就能吃啊，若真要受用也要等它熟透了才会好吃。那吃完水果种子还是留下来继续延伸，所以生命呢，生命其实没有结束，因果也从来没有结束，这法界里面从来没有结束，因为没有开始，所以不会有终点，因为没有此方，所以没有彼方。那我们有了我以后，才我人众生受者就这样生出来，其实这个空间时间都是无限的无穷的啊。那《金刚经》也一直这样子问我们啊，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，你能想说东方的尽头在哪里吗？或者你能想成东方的虚空长得什么样子吗？东南西北啊，通通一样，其实没有任何东西有一定的什么样子，也没有任何东西生了真的生了真的灭了可以讲说来自空性，起自因缘然后现成暂时的相，一切都是这个样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是，这一生有这一生的样子那这一生呢，从每一个一天一天累积起来，那我们的成就呢，就在每一天的行为里面。那我们不要去计较只问耕耘就我现在在干什么至于变成什么样子，那因果一定种善因就得善果那如果现在做恶因，那恶果必然等着你，跑不掉不晓得什么会出现而已。所以 还是一样，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众生，唯一的办法，最好的办法，也是随时把自己的身心看管好，好好的使用它。没有身就没有行为，所以趁着现在身心都还健在，尽量的做有意义的事。那当然我们比如说以净土来讲，那当然就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我们的理想目标，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不是究竟的目标，那也是暂时存在，就好像我们读书比较会读书的可能去留学，那留学以后呢，学好以后你要留在那边也行，最好是回来那不管你学的多好，你用了没有？那另外一个呢，你学的多好都不会消失。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可能能力啊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没有机会表现，也不要心里难过，时不我与，就是这个环境条件不适合我，不是我不想奉献，那心安理得若当然这个很重要的
要大材小用，千万不要小材大用。大材小用呢，可以把那小事做得很大；小材大用呢，会把那大事做得很小。所以，就看你具备了什么条件，就能做什么事。所以我们只问我们有没有条件，我们成熟了没有？就好像五祖啊，问六祖啊，你这个成熟了没有？啊，那当然六祖也是很有自信，那就请你筛筛我，检验检验我是不是已经成熟。那一样，我们是不是成熟了？要靠众生来检验，不是自以为是不是成熟了，那当然，成熟不成熟你自己会知道。但是常我们会自视太高，妄想太多，得到一点点成就，一点点体验，就以为你什么都有了。事实上，不管你有什么成就，在这个法界里面来看，那昙花一现。其实就再讲严重一点，就好像大海里面一个泡沫，再精彩，其实也是空的，一点都不能执着，千万不要自负自满。但是你有能力尽量表现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出生了半天的能量，就是要散发出来，饶益众生，也不要自闭啊。必走自珍，那也不好啊。有机会，不是喜欢表现，要很自然的把它表现出来。尤其如果有人劝请，有人给我们机会，那我们就好好表现，不要推脱啊。我们去争取那是攀缘，人家劝请的是随缘，这里面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所以一样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唱卡拉 OK 嘛，也很喜欢唱卡拉 OK 吧？那你那麦克风拿起来就不放，然后又唱得不好，你看在座人有多辛苦，明明很不好听，还得听你唱。但是如果人家知道我们会唱，那我们就出来露两手，跟大家分享，同乐一下，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一定要有自知之明。啊，不要喜欢表现，啊，要该表现的时候才表现，不然呢，越表现越漏气。因为，我们台湾话有一句很粗的话，啊，卡成规矩门跨显天了，屁股，你那个说不要爱现，不要你一站上去，你的所有东西都被人家看光光，啊，行不行？那你如果说。那个昨天碰到一个朋友啊，他来找我，本来要邀请我今天去他去参加他的那个开幕仪式，他办一个社教的班，办得还有声有色的，当然刚好今天礼拜二我们要上课，就没有答应了啊。他问我有什么意见，当然他也很发心，很想他是做瑜伽的哈，很想把他的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啊。那我也是提醒他啊，不要太爱现啊，那个你办的你要邀请，你得打广告，你得用很多方法。但是如果人家准备好的，人家邀请你来，基本上那态度已经不一样了。他会邀请你来，就你心里面有恭敬在，有肯定在，那来再看你的眼神，再听你的声音，就一定是用那个尊敬的心啊。你如果在我想我们都去上过步吧，啊，譬如说去澄清湖啊，去什么也一样嘛。那个在那边
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现在很多那个路边的演奏的，其实很多当然有很行的，但是很多根本就没有资格，就没有基本条件在大众广庭里面演出啊。我是不晓得那个执照是怎么发的啊，那所以基本上要在大众广庭里面，一定要是比一般的人程度要高，那听起来才会接受。如果走过去的都比你会唱，走过去都比你会演奏，那个演奏当然就不会有人捧场啊。所以我们还是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哈，不要太露光芒，不要太露，宁可那个内敛一点啊。我们说韬光啊，把那个很大的光那把它内敛起来，需要的时候才放一下，不要随时放着，等一下就没电了啊。尽量的低调，好，嗯啊。